啊，伫做国大代表的同时呢，除了有做这个足重大的一个讲的以外，嘛阁发生一个插曲，就是因为李登辉总统可能看到讲我伫二八的兵法，含伫这个国事会议，哦，促成这个总统直选的这个表现，给印象真深刻。所以迄个时阵呢，伊拄啊拄到监察委员要改选的时，监察委员过去嘛是总统提名，和国民大会通过。所以伊迄边提名29个监察委员的时呢，伊把我放伫监察委员的名单内底。我是迄阵所谓监察委员上届少年的40岁，我会记得，拄啊好有迄个资格。一旦担任监察委员，当然我伫我的专业医疗的这个工作，还是讲人权的工作，是把咧平反运动、社会运动顶块，已经也有真侪讲的，所以伊甲我提名。不过，迄阵就发生一个真趣味的代志，我会记得迄个29个干部的候选人内底，当然啊，伫民进党的内底，伊有搁提名康英雄，搁提名张德明。然后这是美丽岛的辩护律师，一个真重要的这个辩护律师。伊提名我了，伊甲陈履安，迄阵陈履安嘛有提名做监察委员，啊，伊是准备要予陈履安做监察院长，所以伊甲陈履安交代讲，爱带阮另外28个委员，有哪像伊迄阵总统都爱予国民大会选同款，爱去甲这个国台拜票。所以叫阮有人爱去拜访遮个国民大会代表，结果我迄阵就拒绝去拜去，因为我的想法足简单，就是讲，监察委员毋是咱得竞选，监察委员是总统提名，经过国民大会行使同意权的。敢若即马咱的大法官总统提名，互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共款，毋是讲你要去竞选大法官，还是讲你要竞选监察委员。所以我认为讲，咱做洪提名的干部也好，所以咱是袂使去拜托啊。特别因为你做一个监察委员，将来你是要监督所有行政官员、公务人员，就是讲因若违法失职、贪污，你要来弹劾，还是甲伊纠正、甲伊纠举。基本上做监察委员是爱得罪人的行为。你若是一个真正足。有正义感，你真正唔惊得罪人，的人你较适合做监察委员。所以要做监察委员，你若讲都要去拜托400-500个国台，讲起来以后你这个监察委员真歹做啦。你甲想，你拜托400-500个人，这400-500个人以后你要坦克对一个公务员，尤其是愈大个公务员，绝对含遐个国台代表拢有关系嘛。啊，伊到时去拜托遮个国台，倒转来甲你拜托讲，迄阵我有投你一票呢，你有来甲我拜托呢，我来讨一个人情呢吼。啊，这个什么处长的我的什么人，还是讲啊，这个法官的我的什么人，这个公务员吼，的我的什么人的时吼，啊，拜托你安尼，较迄落手拿较软的吼，放伊一马。那安尼，你这个监察委员无法度做啦，无法度做。所以我就坚持讲，我不爱去拜票。结果陈宇安带其他27个。刚才有个候选人，都去甲国台拜票，个人我无去。好，即个国民大会代表，别是遐个软男的啦，就是遐个亲男的啦，遐个即个对有台湾意识的、会不满的遐个国台代表，好，就开始讲，即袂使哦，陈英英做监察委员，哦，即个硬气，啊，即个哦，遮高官，啊，都无要来拜托。啊，这将来会做干部就害啊！啊，甚至吼，因嘛有个人，就是在伫国民党内底对李登辉不满的人，因嘛想要互李登辉脸色看不对啊。所以到尾啊，要行使同意权的时，即个要刁难的国台代表就甲我问讲，你是不是认同台独，还是你认同中华民国？哦，啊，我以前公开伫国民大会。公开回答，因为这拢有议事记录嘞，阁有录影嘞，会当存证嘞。我迄阵公开回答讲，我认同台湾。
哦，我主张用台湾的名义参加联合国，哦，我认为中华民国应该消失啦。哦，这不得了啊！规个国民大会内底哦，邓一邓都屁未叫啦，这国民代表讲。啊！你不认同中华民国，你怎么可以做中华民国的监委？哦哦，这个不可以同意，不可以同意，画个屁屁球，你知道？我以前就公开底下给大伙讲哦，我讲我唔是家己争取要做监察委员，这是总统提名，啊，你要行使同意权，你若认为我适合做监察委员，我以后入去监察院，我来做一个足好的监察委员。对所有的贪官污吏，即个特权分子，我绝对是行使监察权，一点啊我都袂手软。但是，你若要叫我违背我的原则，违背我的良心，讲讨好恁的话，要迎合恁的政治意识主张的时，恁免投票給我，不要紧。哦，我无做监察委员，我赶快会当对条社会做出些贡献。当然，因为我这款的答话。因就未爽快，所以迄个监察委员的同意权，因就无爱投同意票给我，所以迄边我全部入去监察院做监察委员。啊，这就是我讲的一段插曲啦。不过，这到今仔日我家己想起来，当年迄阵我较少年，可能讲话有较年轻气盛啦吼，就是讲吼。安尼拢无妥协啊！不过我感觉我坚持我的原则，坚持我对台湾的认同，这是正确的哦。因为即我到今仔日已经七十岁，我嘛无改变我这款的想法，就做学生到到迄阵四十岁，就是这个想法。到今仔七十岁，嘛是还佫这个想法啦吼、哦。所以今日咱摕这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也是。摕迄本中华民国的护照，这不是咱选择的。假如我来当选择，我不爱一本，我要爱一本台湾国的护照，我要爱台湾的身份证。好、哦，假如出生伫台湾，不是咱有法度选择的。但是做一个台湾人，咱来坚持台湾人的尊严。台湾假使哦，国民党这个走路的政权。这个对中国把人挂出来的流亡政权霸占到今仔日，所以我认为讲中华民国早就退出联合国了，就已经消失了。台湾人早就应该建立自己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就是叫台湾。所以虽然无去做干部，但是我感觉对我来讲，不是什么损失。人家普通候选人六点多就到市场啊，到什么运动的地方，到处去握手啊、发名片，他都不做这种事的。他睡到九点起来，他说：“来来，我们去市场吃个沙巴伊麻呀。”然后吃完沙巴伊麻回来，中午要吃午饭嘛，又要睡午觉。但是他就是晚上演讲。伊这个国民大会的这个任期还没结束以前，就阁发生一件对我的人生来讲也是极大的改变，而且是挑战。就是迄阵，你我委员的选举搞。其实，以我迄阵伫台北的这个知名度，也是讲伫社会的这个影响力，搁我伫台北做医生，有那相当十几年的时间啦，啊，参与反对运动。我若要伫台北选立委是足轻松，但是我迄阵实在是完全无讲要选立委的这个想法，因为台北市有食中庭，有淡水边，有江门街。有叶菊兰，因为郑南榕自焚了，叶菊兰也出来选举。有柯文雄，即个老前辈，所以我未想讲伫台北市要选立委。但是迄阵海外转来一个沈富雄医师，伊对美国转来，伊想要选立委，伊有来招我，伊讲因为咱两个人，迄阵台北市分两个选区尔，北区、南区。因为咱讲一区，啊，咱拍一个医师的连线安尼吼。啊，其实迄阵哦，沈富雄也无出名嘞，伊是伫基场吼，伊有炸一个对美国转来的要予死肾的病人用的药啊，去予海关甲伊抓讲，伊这个药啊无合法申报，报纸就报出来，大家较知影讲，有一个沈富雄这个
对美国回来台湾明星。不过那边他跟我招呼，我没跟他答应，结果沈富雄出来算就动算了、所以沈富雄后来我要说我刷去华人参选立委，不参选馆长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沈富雄去华人跟我做算的时候跟我说，他怎么这么红啦，啊他都大台北都在算嘛，对，你没台北一个华人算得这么辛苦啦，啊这就是要说这段去华人参选的故事吼，啊讲起来嘛是一个人生真大的，跟咱上帝跟你开一个玩笑同款啦吼。我伫台北，立委我都无想要选的，结果就是华人，迄阵民进党找无人要选立委，结果华人县的东部主委走来台北找我，伊讲诶，陈秘书，你来阮华人选立委，你的知名度啊，够你的口才啦，啊你笑的吼。你来，我足欢迎的。但是迄个时阵，我真正也无意愿。第二，我的太太足反对的。伊讲哦，你参与，你办台湾文艺也好啦，你做人权的工作，还是讲哦，你去国事会议安尼已经帮台湾这个宪政的改革已经有讲的啦，你无需要家己去选举。啊，但是，迄阵的党主席就是蒋介石。新干线听到安尼尔讲，安尼哦，因为阿玲你呐袂当去，安尼我来啊。迄阵大家拢惊一条，讲诶，有新干线那个遭遇华人选立委，因为咱拢知影黄信介伊本来是终身制的立委，伊迄阵选出来立委是免改选，但是因为伊办美丽岛杂志，想要做到。这个代志当然国民党无法度忍受，所以这组美丽岛事件的时呢，黄信介是首谋，所以把他判上重的刑，那是叛乱罪，所以叛乱罪总改以褫夺公权，所以他的终身职立为总理哦，改以剥夺，并失去立委的资格。当然，刚刚九零年代伊已经坐无顿来，参加国事会议了。以前佮你做民进党的党主席，阿嘛做国台，伊总甲华人运动部讲，安尼我来算来。所以迄阵的媒体都讲元帅东征呐、啊，就是讲哦，党主席亲征华人，阿、华人是一个蓝营铁板一块，就是讲过去登记来拢是国民党垄断的一块地盘啦。啊，这是因为华人的人口结构，华人有。将近四分之一的原住民，佮将近四分之一的外省的族群，即个农民啊，外省人真多。啊，剩落来台湾人内底，佮四分之一就是客人，啊，四分之一河南人。所以讲起来族群是真复杂，原住民佮分几落族，所以原住民和外省占一半，差不多国民党已经赢啦。佮说来国民党利用这个。闽客就是河洛人和客人的这个族群的矛盾，所以国民党拢是这边提名河洛人，后边提名客人，啊轮流安尼，啊那一个提名省议员，就一个提名县长，啊你也立委，安尼拢轮流，所以国民党底下就是讲百分之百掌控这个华人的这个政治，所以当黄信介宣布讲要去华人选的时候，哦媒体是。大的报道，啊！迄阵因为我是国台党团的召集人，啊，现在因嘛是国台，所以阮国台党团就组一个组选团，帮忙黄信介去华人要参选立委。一开始吼，国民党想讲黄信介一定袂当选的啦，所以根本就无爱参。国民党甚至讲两选立委吼也无爱提名啦，讲开放竞选。因为国民党想要选的四五个啦，所以国民党招四五个候选人出来，啊，黄信介就了，开始演讲，新干线有哪真好，讲土建讲就对啊，去你台顶，伊讲话真趣味，华人人真罕去听到这个过去所谓党外演讲，还是讲即摆民进党这党主席哦，大家拢有趣味，所以来听演讲的人说，一场比一场愈来愈闹热。
哦，双脚老热滚滚，啊，搁何况阮迄阵，即个国台啦，是讲民进党的李伟虽然无侪，但是大家拢会来做选，规个华联关双脚老热滚滚，哎、欸，国民党到尾想，哎呦，这气势看起来有哪有一点仔不一样呢？不是无一样，所以国民党虽然伊无提名，但是伊到尾重点，伊就是照顾这个谢深山。因为谢深山在花莲已经是五任还是六任的立委了啦，所以是过一阵谢深山是做国民党主工会的主委。我那拄仔有讲到，这个主工会本来郑新雄，郑新雄后来挂行死去，不是会医疗费心去，并谢深山做这个主工会的主委。所以国民党是绝对袂使让谢深山落选的，所以伊就集中伊的组织票，拢挂好谢深山。结果无想到，国民党剩落来阁有三个候选人，谢深山摕四万五六千票，迄会当票两个啊，迄其实迄落票都有够票两个啊。所以国民党伊就家己一大笔票拢灌去谢深山身躯顶。国民党阁有三个候选人，含新界先四个投起来，每一人拢两万六千几票，两万七千几票，两万八千几票，简单讲剩落来。四个候选人拢差不多一千票，新界先迄阵排第三个，票开出来是，若要当选两个是无当选啦。不过，主计国民党要排就是讲吼，国民党内底可能有人看袂落，走来台新界先，阮的这个竞选总部讲吼，咦，迄第二名迄、那个魏木春，迄阵是国民党的花莲市长啦。伊嘛出来选立委，伊第二名，摕两万八千几票，讲迄个有作品，迄、那个有作品，因为伊花莲市长，所以花莲市的选务是伊下骹的人在办的，投落票入去票箱啦。啊，这当然是干咱国民党内底的人知，无阮闽南可能会知。结果这人来跟阮头讲，哎、欸，哦，迄阵民进党就去按铃申告。检举讲魏木村有坐票，伊检察官讲诶，啊坐票，啊你卖甲我讲对几卡票箱啊，你总袂当叫我规个花莲县过来百卡票箱拢爱封起来，要查验票。结果无想到讲，诶，甲咱讲诶人提供诶票箱拢正卡，咱讲对几卡要验票，结果加在我都讲，因为迄个时阵诶总统是李登辉。李登辉总统，伊真正对世界先吼，啊真尊重啦。伊感觉讲，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吼，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民主运动的前辈。尤其阮伫国事会议的时，含伊做伙努力，甲这个总统直选杀过。所以，伊就要求地检署讲，这个案要真正办哦，未使照过去。那迄个选举官司哦，拢嘛拖到尾拢无结果。结果一个月来水验票，验出来哇，真正魏木村有作品啦！诶，作品这代志就趣味啊！到底是要宣判讲诶选举无效，定选，还是要直接第三名组补起来？到尾啊，李登辉支持中选会补起来。所以新界先对第三名从补起来变第二名，魏武春宏取消这个当选的资格，新界先算当选人物。哦，这是台湾的民主运动啊，这嘛是搁一个唔捌发生过的历史，就是讲吼、哦，国民党过去伫解严的时期做票，迄个做几十年啊啦，迄大家拢知影的哦。像讲魏武新啊，伫宜兰的选举去用创废票创。四五万张废票，哦，啊像赵锡芬，这有呐中华的一个党外前辈，伊伫中华每一遍选举都是用做票做甲拢输几百票啊，几十票啊，但是就是永远袂当互伊当选的对啊。啊，这过去国民党咧做票，无人掠伊的对啦，啊你去发言也无效，你告也无效，这黄世界会使讲是第一遍掠国民党做票，啊搁。抓了很有效的、哦、真正介绍这个台湾的选举历史。
你别